看市场上的八哥，今年的八哥没有很小的了啊，就这两只，这两只还比较小的。然后灌毛就刚要长，看看吧，这是八哥，这个是八哥，看这一个八哥，八哥那一个304，那个306，那个会虫啊？这会虫啊吗？对，你好，这是黑，这是黑的马哥。你好，他不会跑，他不会跑，你好。哎，那在哪里？他会跑，我八米八米，那大人跑他不行，就说那小群的跑，大叔。吃饭了，吃饭。不叫。看，这是今天的。八哥是会叫人吃饭。哦。来客，来客了。看到没有，精神的很。他那个放进去拍的镜头，看到没有，那后面有个海南八哥，等会儿我单独拍一下。八哥就这个状态现在。